大家好，大家好，能听见我的声音吗？能听见我的声音吗？不好意思啊，紧急直播，关文贵那边儿给判了。<laughs> 等一下，我把大家的这个留言调出来啊。如果能听见我的声音呢，观众呢，请帮忙留个言。可能今天这个时候不是太好啊。OK，但是一会儿呢，我又有事情，就紧急给大家直播一下吧。啊，OK，咱们今天看看他到底哪几项有罪啊，哪几项没罪啊？然后这也是主要的事情啊。OK。 把大家的留言调出来，稍等啊！弄得我手忙脚乱的，然后都操作都不太熟练啊。OK，好，随意来了，我看着啊。OK，然后能看见我，能听见我说话吗？帮忙回个信儿，能听见我说话吗？ 昨天晚上刚在空间里说完了，然后我说啊，最快可能后天啊，就是从昨晚算后天，想不到今天就出节目了啊，能能说啊？咱们就看看究竟他昨天晚上判断对不对，还有哪项是有罪的啊？结果呢，今天早上非常平静啊，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到了下午的两点五十二分，这个陪审团传出来一张纸条，纸条上写了什么呢？我们已经有判决结果了。然后呢？ 这个法官就问嘛，然后就是说哪项判罪呀，什么结果呀，就开始说了啊。我也没看，咱们就一块一块看看啊。那法官说呢，大家请坐，陪审团成员下午好，我在两点二十五分今天收到了你们的第八张小纸条，本案的啊，就是进入庭进入那个你们闭门这在,在这商议阶段第八张小纸条。然后他说呢，我们陪审团有了一个判决，然后 jur 呃就 o r number one 就第一号陪审员。 然后你有那个判决那个纸吗？判决那个纸啊，我在推特上发了，就是他的这十二项罪名啊，挨个的，然后上面打勾，guilty not guilty 啊，然后这样打勾。然后呢，这个陪这个第一位陪审员呢，他们叫叫 forman 啊，就是头，他们选出来的代表啊。他说第、呃，然后这个他说我们都有啊，我们有这个判决。然后呢，这个法官就开始问了啊，第一项。 Rico 啊 r e c t a r i n g Conspiracy，然后这个 The Jury 也是陪审团，郭文贵有罪啊。第二项罪，Conspiracy to commit Wire Fraud and Bank Fraud 啊，然后电信诈骗和银行诈骗呃诈骗，那个陪审团的证词是有罪啊。第三项，Conspiracy to commit Money Laundering 洗钱罪，陪审团的判决是。 有罪，count for conspiracy to commit security fraud，然后证券诈骗第四项，陪审团的判决是有罪。第五项，然后 where for G T V pr、uh, private placement，哎这一项 G T V 的私募是不是电信诈骗的范围？电信诈骗的罪判呃罪行呢？然后这个陪审团说这一项我们觉得无罪。 啊，第五项 GTV 觉得无罪啊，然后是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就是昨天他卡在那，他为什么要把那个呃那个 Scottingheimer 啊，就是卡尔巴斯那个助理那个要过去的啊，就是这项。那第第六项，security and fraud GTV private placement，the jury verdict is not guilty，也第六项也是关于 GTV 的啊，关于证券欺诈 GTV 私募是否有罪无罪。第七项。 然后关于农场的啊，farm，然后农场的这个借贷项目，然后是他的呃、uh,，Wear h w e r e f o r d 就是电信诈骗，是否有罪？有罪啊，农场有罪。第八项关于农场的借贷项目是否是证券欺诈？有罪。第九项，然后 G Club 是不是电信欺诈？有罪。第十项，然后 G Club。 是不是证券欺诈有罪？第十一项，然后 wire fraud，呃，喜马拉雅 exchange 啊，关于喜马拉雅，呃，这个叫什么？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啊，然后电信欺诈有罪，然后关于喜马拉雅的，然、啊、呃，OK，剩下的关于是关于 m a n d a t o r y transaction，就是呃，转钱非法转钱罪，然后是无罪，OK。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啊，从这个案件总结啊，OK，然后根据案件总结呢，郭文贵第一下 RECO 是有罪的，然后 RECO 里边包括了这四大实体呢，GTV，然后他判断是不罪无罪的，剩下罪名都是关于 g t v g t 呃就是关于他那些实体的嘛，各个的嘛啊，然后是无罪的啊，然后这个这个。 然后 GTV 是无罪的，然后还有一个关于洗钱的罪，就是那个关于非法转账的这个罪是无罪的，剩下的十项都有罪啊，不是九项啊，哦、数错了，十项啊。OK，然后刚才啊，证人之一 p a t r i c k 也给我来了信儿啊，说 FBI 呢在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提前呢已经给他们所有的证人啊都打电话通知了，我相信，我相信大家都这个都这个呃承认了啊，所以说呢，法官呢就把这个。 这十项、十二项，他们的判决呢？又给这个 number one jury number one 他的代表念了一遍，都是你们的判决吗？是吗？啊，是，呃，他说是，每一项都是啊。OK，他说呢，然后法官就说呢，啊、呃，陪审团的成员啊，我谢谢你们的。 这个陪审陪审的服务啊，然后呃，在你们这个决断过程中啊，然后我们的民主呢，就是这就,就是这样的精神啊。下边人家说了这样的话啊，然后呢就把律师啊就叫上来。陪审团这时候走了，咱们看看这时候他说什么，我也没看啊，咱们一块看看，一块看看。OK，呃、uh,，the c a l l I'm making the verdict. She call exhibit number nine. Please be seated. Have the party discuss a motion schedule. 呃，然后 Miss Murray 这是检方这边，然后那边是 Mr. Cam Camadu 啊，然后。 就是辩方那边啊，然后说我们还没有在商量啊，下边有什么动作啊？呃，那法官说我听不见，然后 OK，然后他说他们还没，然他,他们说啊，这个辩方就光棍那边说我们有四十五天啊，然后来提交下一步的动作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法官就说呢，好吧啊，然后我们这个按照时间规则，他的量刑呢是在十一月十九号的下午一点啊，然后我会书面的给你们这些通知啊。 然后呢，你们就是辩方郭文贵那边呢，你们下一步行动呢，最晚是在二月二十，呃，八月二十九号啊。然后呢，九月十九号呢是政府那边根据你们的动作进行回应啊。然后十月三号呢是这个呃这就是郭文贵那边再根据政府的回应的回应啊。十月三号。然后呢，谢谢你们各位律师啊。然后现在还有什么事情吗？还有什么事情吗？没有了。 这本起案件结束啊，本起案件结束，这就是整个的啊，这个今天的这个判决过程啊，今天判决过程。那上次咱们判断呢，是不是卡在 GTV 那儿呢？确实是卡在 GTV 那儿，但是呢，我以为是卡在 Rico 里边的 GTV 那边了，但是呢，这个没有啊，实际上是卡在它外边这个 GTV，GTV 私募的单独的电信诈骗和证券诈骗这个地方。这个呢，根据郭文贵的和解协议啊。 也有关系啊，然后根据他的和解协议也有关系。那这十二项大罪判十、呃、项有罪判多少呢？啊，这个得看法官。但是纽约这边啊，我跟你说是不是累加的啊？我的判断也就是二十年到三十年啊。OK，我的判断啊，我的判断。OK，然后呢，这个大家别不要不要不要让让咱们得按法律说话啊，不能乱说，加起来一百八十年不是那样的啊，不是这样的。OK，然后我看志清流说，周瑞如果议成陪审团，是否意味？ 着皇帝或政法委做主，如果议程临时裁判员，不会引起歧义。可惜习惯的力量太大。陈小平在明镜美国屡拍纠正过，可惜美国之后忘印继续犯错啊，继续犯了、啊。这咱别管了啊，这个翻译都知道什么意思啊，也没说他们是能决定常委的人。OK <laughs> OK 啊、uh,，Shawn Jackson 世界可以稍微消停点。 这个不一定啊，OK，不一定啊。一个是光棍贵那边也不一定消停啊，说不定后边有抗议什么的啊。然后呢，这个诈骗集团现在已经是法律定义的诈骗集团了。为什么第一项 RICO 啊成立，那就证明你是反共不反共无关紧要了，起码你在美国法律上是定义了你们是诈骗企业这一套东西，全部都是诈骗集团。我希望美国的法律能叫醒一点小蚂蚁，但是呢。 希望不大啊，希望不大，这个只能让他们自己销声匿迹啊。后边可能会有一段小高潮，还有啊，然后我也不想关注这个事情了正光棍判了就行了啊。OK，呃，豪副总统能不能定罪？这个呢，豪副总统不是在美国这边的公民，得看西班牙那边，还有具体他的犯罪这些呃罪行啊。然后这个美国这边定了呢，我估计各国也就快了啊，我估计也就快了。OK，本案啊，它的范围内十项大罪啊，然后。 呃，十二项大罪，两项就是 GTV 那里啊，陪审团没有给他们判罪啊，没有给郭文贵定 guilty 啊，定 go, guilty。这个呢，嗯，那我后边我还想继续关注他的欠款怎么办，他的违约怎么办啊，他的就是没有这个交纳的罚金怎么办啊？然后 GTV 那边是不是后边还有进行的动作呢？咱们还得继续看，还得继续看。另外，郭文贵的破产案件呢，还有。 还有他的钱怎么办啊？在狱中能不能破产呢？然后这个破产了以后怎么办呢？啊，然后他这追的钱能不能追上来呢？啊，能不能追追回来呢？这一点呢是值得关注的，但是。 这都是小蚂蚁的这个命运了啊，我们就不操心了，咱们就看就行了啊，有什么好事就看了啊。下面啊，我不二十年到三十年可能啊，我我是这么判断啊，二三十年吧，反正在它寿命之内，我估计啊，OK。然后呢，下面呢，各大媒体啊就会出现报道，还有里边一些内幕也会被挖出来啊，咱们看一看光棍这个案件还有什么事。希望是咱们在这个件事情上，中国人发挥本性，包括小蚂蚁发挥本性啊。一旦官方给了结果呢，你不要再闹腾了，你。 你是个诈骗团体，但是呢。 呃，这帮人到了美国，让郭文贵给忽悠的，说郭，美国向往自由，政府说的对就是对吗？啊，呵呵那就要开始闹腾一趟啊。OK，就是这些话都是相对的，你得自己判断啊，你得自己判断这些东西啊。好啊，咱们也不是预言家，我也不是学法律的，跟郭文贵这个案件呢，我们做了十九期的节目啊。今天我有点事情，我就紧急给大家先直播一下，把这个结果呢给大家说说就行了。那后边具体怎么分析呢？得我有点时间，我得再看看啊，然后。 后这个东西咱们再判断一下他的刑期，这个不能乱来啊，这个不能乱来。所以说呢，今天也算是一个好日子吧啊，今天是七月十六号啊，星期二。然后呢，郭文贵在纽约的南区法庭被陪审团一致认为十二项大罪中十项成立啊，其中最重要的 racketeering and conspiracy，也就是 RICO 犯罪团伙诈骗团伙第一项罪就被定了，证明蚂蚁帮。 嗯，OK，不管你反不反共，是一个诈骗诈骗团体，是一个诈骗团体啊。那后面呢，就看美国的这个行动啊。我我看到这里是十个啊，咱们再确定一下啊。Sorry，我看这个我 w 说十个，呃，我我看一下啊，咱们再一块儿数一下吧啊。这个法庭文件正好在这里呢，咱们再确认一下，这个别弄错了啊。OK，咱们再看一下啊，嗯、呃。 刚才反正也有来晚的观众嘛，啊，咱们再看一下啊，呃，OK，count、okay、one, r e c u t a r i a n conspiracy, recall guilty 啊，然后是有罪的，这是一个啊，OK，count、okay, sorry，我把这个这是一个啊，咱们一块儿数一下啊，因为太多了，count two。 Conspiracy commit wire for bank fraud, the、uh, jury verdict is guilty. 啊，然后就是呃电信诈骗和这个和这个银行欺诈啊，银行欺诈第二项，第三项 conspiracy commit money laundering, 洗钱罪有罪啊。第四项 conspiracy to commit s e c u r i t y fraud, 证券诈骗有罪啊。第五项 G T V 啊，然后这个的 G T V 的这个电信诈骗没罪啊。第五项 G T V 的这个 是九项啊，对，九项，最后一项也没罪。Sorry，我弄错了啊。然后第九项，然后是呃，Sorry，第六项 GTV 的这个证券诈骗没罪。第七项 Fire Fraud 发呃就是农场的电信诈骗是第五个有罪的证明，呃第第五个有罪的判决。第八项，然后这个。 Security fraud 就是就是这个农场的证券欺诈是第六个啊，第六个有罪的啊。第九项，然后整个 G Club 的电信诈骗是第七个有罪的啊。然后第十项是这个 Security fraud of G Club，G Club 的证券诈骗是第八个有罪的啊。然后。 第十一项 w h i r e f o r d Himalaya Exchange 喜马拉雅的电信诈骗是第九个有罪的。第十二项，然后非法转账罪，然后不成立。 九项啊，九个九个，我说错了，九个大罪啊，九条大罪，不是十条啊。OK，九个九个啊，确实是九个，谢谢更正，谢谢更正啊。好啊，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结果啊，咱们扣扣看看后边有什么发展，到时候再给大家说一说啊。这里边还有一些，应该还有其他的事情啊，还包括还会有阴谋论出来，大家自己判断吧。OK，啊，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啊，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郭文贵啊，时隔八年、七年的案件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啊。下边呢会不会上诉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理由上诉啊啊，这些都不是都都不是大事儿了啊！整场审判没看出任何啊这个非法的东西啊，没看政府那边有为何有任何超规啊剥夺郭文贵儿辩护权利的东西啊，所以说应该是问题不大。那咱们看一看这件事情再怎么发展吧啊！可以上诉，随意上诉啊，随便上，你就关起来你在里边儿，你天天上都没没关系。关键是有没有理，你上诉有没有正当理由啊？就这个问题会不会被人接受，就是这个东西。一般上诉呢，这个。 不维持原判的是因为检方那边可能有重大的纰漏或者有新的证据出现啊，是这个东西啊，看这样是没有啊，咱们就看吧啊，好吧啊，这就是这件事情的现在到此为止的这个进展啊，好了，不给大家啰嗦了啊，然后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